karma. Karma wrong. You say, who let's up them? Yeah, karma. It's a fine day. Karma wrong. Such a bad day. More possible than going to get done to karma wrong. More possible than going to get done to karma wrong. So, Bao Gong must tell you the day who did your karma wrong.I am a young man.真正生活，伊伫别个所在修，别个天界，别个星球修，修修的都到是天堂，了后则到人间来。咱人间叫做念佛中心，人间叫做念佛中心，但是都到是天气，未当见得高。所以你就说你来将地阳气的天堂的时候你就说亚述到处都天堂所以今天你的上仙到处都天堂你的上仙天跟你的下仙天这条路我来将安良气你修了亚西多都是天体他都是人生本能之中他刚建设他都是天做菩萨另外看他去做弥勒顿出来弥勒顿就会来都是中都是天的都是内衣来的都是中弥勒顿亚西多都是天来在家菩萨真济真济都到处在了。那么不来人间要创啥？就是要证佛证不够。所以过去初盘二盘，这是开始的点经济的。所以最后再开始的，啊，最后要布给。第三盘他开始的布给的时阵，哪里安尼讲都无啊，他家都无啊。现在这卖就道中，就初盘甲二盘的这个道理，换一句话，卖讲甲通别个宗教来比，通只有教导来比，就要是需要听听，讲要把人平修万家，你敢想到有可能？今日研究小法师啊道理的时阵，这方面要平修万家，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人间就是念佛中心，对别个星球所修的，必修到正佛果，必定爱过来人间。那么念佛中心这个人间的道场，就是我们大道，这是老和尚特定的，受过老和尚直接指引所写的这个道场，这是道场。所以在旁边悄声表示，必定爱来祈祷。要提一个大学的文凭，是不是一定要读一大学来读册？敢不可能讲你无一大学，啊，你个提文，你个了文凭，敢不可能？如果你有教育的制度嘛，无嘛爱教学，啊，不免去用电子来读的，读到毕业嘛，啊，考试及格，一定的，啊，咱们学校，你来求得了。你无代志在佛堂，无你嘛爱点存未收。虽然伊个教育制度安怎放宽，起码每一年你嘛得爱交学费，挂电视来读册嘛得爱到时间到时间袂去交。这就刚刚像一个咱做做去闲工同款啦，啊，我着较无闲，像人个去开乡去办桌咧创啥，啊，全部五十万嘛。赞助这开放费，
国民党你去台湾要创啥，我才赞助，这就是亲像你交阿公同款。所以这个制度，但世间有形的制度就是都无形代。每一代就较早，咱过去祖上历代不计辛劳不得，就得到来。从文部来到即卖，人家听人在笑，笑讲，咱个国家的车下就来讲。即卖蒋经国就是蒋安的祖宗，那看到这民族，也是不听安尼讲，也是都有一个教育下的，把内底发的啦，人就搁较笑，笑讲蒋经国伊也咧讲祖宗，国父也咧讲祖宗，还不下属的，没有错，蒋经国他有道统。应该是江德通，大概是你们的，他的道统跟我们的道统不一样，一是江的文化道统，当然是抓住道统，应该是文化道统也没有错，所以你个想讲，那用文化道统来和抓住道统来的人做伙，有阵时啊矛盾存在。所以这个道统未当受到一般宗教来接受来受，救王救了武王甲推翻，武王反对。啊，你甲看亲像救王这款的武道，敢有道统？所以道统内底也是通，救王是毋是通？是相通。那么这个团来到文龙，亲像文龙敢有可能会将道统？没有错，他也有道统，也道统是文化道统，所以若是用修道的做出的道统来讲呢，孙子帝王有做出的道统，伊嘛无可能要搁传落去啊，伊就叫变皮啊，要搁传落去，这也不可能。所以你讲的六十四卦，这都是属文化道统，不是修道的做出道统。所以你看看，一个道统写出来，相通，这也是一个道统嘛。啊，你敢想讲，那真正相通，相归年十八万年，啊，这个就在八万年。所以，即卖来讲，通东王，他有道，还可以说啊，通甲丢来，一定是没有道了，不可能讲，伊若是真正有道的人。不可能讲将道统搁传落一个无道德的的子孙，这个不可能的。啊，若是无传落去呢，六百多年再过来接落，那这个矛盾呢，那这个矛盾呢，所以唔通将这接做落去。所以过去迄就是文化道统。那么，迄个道统，大家国家就无。咱个中国文化，对啥物时阵开始有诶？到五代才开始。福建会八卦诶时阵，还没有文字，也阁无文字咧。所以，才用这个卦爻，再阁无。了后，甲五代了后，才有。照讲讲有文字，文字才一个变化，一个变，变到即卖现在，即款呢真正水的字体出来。所以自五代了后，咱拢总用到五代的文化，传下来文化。所以咱再讲一次，咱拢总是五代的子孙。所以无论多一条，也是用五代的文化。到现在，就经过这种种，也是用咱的中华文化。如果在读册学校课本上也带着用文字，加上文字的哪一种文通都是，这是文化。所以，咱这是属于中华文化。